这么多推进器的。 两个用头修。 我也有着100%剧本，好。
那负责流油。 好惨啊！赢的秘诀就是献祭老冰雪。嗯。来，是大屠夫。我操！我那个是竹蜻蜓。墓地，土墓地，高头。墓地是吧？我操！这不杰克吗？小走。 这不杰克吗？拍照了，拍照了。杰克拿巨佬，梦回上古的龙吗？三空姐以前吗？不一样。<笑>巨我来了！没事，不慌。哎呀，这百分百巨满喷进，巨到我了。是吧？是不是这个电锯很烦？你改天我就跟官方说了，把这电锯削一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干掉吗？对啊，阿里是觉得这个电锯贼强，贼贼削一削，对吧？太过分了，这个叛逆。这是鬼一样的这个老兵。对啊，改天我这个官方说嘛，阿里觉得这个电锯不合理，太强了，这叛逆跟鬼一样的，啊，削一削吧，对吧？准备看我。哎呀，别走了，他没闪呢。啊。 要结束就是你死的时候了。哎，这时间没算好啊！时间，他怎么狙了个鸟？哟 ，A 空了这个 A 三。上局说要鸟，我就看了一下，然后呢他就倒了。这局我怕我又看一下，他又倒了。阿斯，你小命不保。 我要死了！哎呦，我他妈的拉锯没撞断，吃了帮你吃了个橘子。你去找人摸一下吧。我跟你站哪？后面亮了没有？我在，我在这个围墙呢，木围墙呢。烦死了！我也在围墙。然后我过去了。都在围墙啊！哎，再给我收，给我收。摸我呀！我后门来啊，快来摸我！我要死了！我来，不是我在盯着我的家的网线，摸我跳到这个路由器上面去。又找东西了，我跟你说。别说了，你挑战炸机。来大房，来大房，来大房摸我，大房摸我。来，大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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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呦，你这个这么买给我就没法挡了。你这么买的那个困兽之斗，我求 CD 没好。准备救人去了，老明学。哎呦，这枪好快！没了要跑，这样子。可以。鞭尸了，鞭尸了，接救，接救。哎，再骗你一个钻头，对吧？再骗你一个钻头，谁吧？哎，摸我，老明学。你自己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别急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还没自己好。你们在里面啊？是在里面啊？那行，你摸他，我修机子。吃钻了吗？这是。对呀、啊，吃钻了呀。我三层治愈都没摸好。啊，你修吧，你修吧，我手上找一下新的去。那就去救他吧，咱就去救他，有一些。来了。那你得装他一手，帮我扛一下，扛一下，还可以。这都撞了，撞了，撞了。那杀我了呀？那我没钻，我能摸起来。你得撑到我摸起来，我三层治愈，很快。你就记着游戏，不要管我，休息着，休息着。嗯，好嘞。撞东西了，撞东西了，又撞东西了。别慌，别慌。他家是无限具生产菇吗？没，最后一个无限具了，撞断就没了，拿命去撞吧。哎呀，我没了，刚摸起来。红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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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撞一下，红蛋。四分之一的球，距离不够。臭兵在哪里？我在墓地。撞了你也挂上去。送上金子能量吗？亮不了。没事，咱们分开修，你修中场，我修墓地。他去我你那边亮，对吧？咱们修完了。就差你那边了，明学，他该去你去了。哎，亮不了呀，卡机子了呀。能修一台呀，那只能来摸我，游戏在哪？摸我。我在墓地。啊，我没了。是没了吗？你死了不是没了吗？我想抢救。你还活着的，没事，你还活着。他没治愈，我中钻头了。家是开无限剧场的吗？怎么还有无限剧啊？单空间我前期走地都追不上的呀。这不拉球也死啊，闪现好了，搞不过，搞不过。怎么这么多无限剧啊？啊，把自闭了！哎，居然一个都没挂死哎，这一个都没挂死，谁都抓不着，还没有一刀斩，抹的尊严，难受呀，悠悠。三空姐一前锋，你为什么会玩老头啊？这肯定没人杀呀。主要是前面他喵的贴点太差了。贴点空军你也不好杀呀。哇，你都不知道进了全是枪，跟水一样的。没了，好了。玩杰克会好一点，我觉得这个阵容，杰克蜘蛛都会好很。我要是练杰克，我也不会来打中位了。杰克有什么好练的？啊、你们能逃脱吗？打不开。风眼吗？风眼，对、啊，这是风眼。哎呀，老头子！哎，我这把没有玩幸运儿，制裁不了他呀。来看个憨憨，这个想，有点卡。没玩机子啊，直接修啊！第一台机子都直接修的，这游戏怎么回事？哎，这能这刀能抽着的了？完了，我平地魔术师能送一刀的。平地牛老头谁强你知道吧？平地强也他强也不也你强不到能杀你魔术师吧？可以可以能强能有这种强度的，他能强到杀四个魔术师，跟你说。放你的屁！我走了走了走了。鬼话连篇的。UA 下播了，这不是 UA。
你们在哪呀？来摸我一下。我在你的天边。啊，看见了。你飞起来，我就能摸了。看见了一个双马尾。来摸摸它。你自己找根针去啊！哎呀，我只能摸到这个啥小黄书啊，要啥摸不到啥的。他妈的！这个走地怎么又 A 了一刀？走地流老头强不强？我再问你，咪咪，问你强不强？你没双弹的呀，你是有双弹的那种。那你强不啊？你有球啊？球，你有球啊？你有球啊？对吧？那我拉球是不是就不撞他了？我可以把我不死，我拉球就行了。对啊。所以说走地都老头强了，像你这种前锋他一个人砍四个。你玩老头你追我一下是不是要不要？不带双弹。那我砍不了。对吧？我砍不了，我的老头不行。你带双弹怎么能平地吃到？我没双弹转不了点。哎。开化了。谁救一下？他追不上了呀，这波。过半了呀，没事，我是他鸟。还不如带个菜呀，我给你加 buff。完了，我还被卡住了。走了。我吸了一只鸟了，快。二姐，他要画我了。哎，这屋人。哎，咋不画了呢？学乖了。啊，没能量了。哎呦！哎，你怎么倒了？卖了呀，卖了呀。那只能卖了呀，我们又不能把你撞下来。有两只鸟。顶过。有两只鸟，你不给我上一只鸟？我刚刚没注意你被画了，我在修那个。来开幕，有谢谢，看我，谢谢看我，摸摸的，摸摸的，好看吗？长得漂亮吗？游戏还行。哎，怎么给鸟也被画了呀？那我咋知道啊？他画的这么快的吗？他妈的！我过来捞一下你。还有一只鸟。我修梯子。默默，你别踩到我的关机键了。他万万没想到我过来就一手直接捞。好，可以。翻身，压板。好了，闪现要闪了，要闪了。他先踩音乐盒再闪。那么远了吗？这盒子？我操！核弹呢？板子下了就闪现，我跟你说。那肯定的。哇，跑四个了！这盒子这么快啊？哎呀，死了！可以，这波卡死也回头盖。哎呀，好烦啊，打的。还有三分之一。要不下把我托夫吧？妥呀，打人吧。没事，对吧？四跑才好玩，四跑才有这个压力。有点深了，我在打人。快要。你说这个加速盒能不能加速这个墙消失呢？这是个问题。压好了。而且浪费时间啊！我不想浪费时间，四跑就四跑。压好了是吧？亮，开了吧，走了。还行哦，最后一个前锋还是浪费了他很多时间的。
哦，他大门，他守大门。吸鸟去啊，游戏。我在吸他鸟。那我先控个能。给老冰雪一个鸟，让老冰雪强把机器控了。你要被划死了！给我一只鸟，快快快！再不给我要死了！哎，我靠！去鸟吧，再吸。那就没了呀，你就被划死就特别怎么？但这边能量应该不多了，再控一下就行了。游戏机龙宫之连犯套两出去啊，要不套两出去来不及了。为什么不套鸟出去啊？套鸟翻啊，没有，没来的 CD 那你没了呀，画一下干嘛套鸟拉你来了。门能开吗？克走冰森杰克前期为什么不摸呢老冰雪？本身呢？哎呦，这个人闪现空了！闪现空了，没事。闪现刚用。去捡老冰雪了，他去捡老冰雪。闪现刚用掉，闪现刚用掉，闪现刚。他闪现刚用掉，捡不了的，没办法捡。我开大门，我开大门。老子好久没玩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来我这边了，来我这边。找地窖吧，找地窖。找地窖。来我这边了。我找地找，我找地找。你应该还有很多。能走，能走，我两只鸟，我两只鸟能走。这边不是地道，回头去那边梯子墙那边。死了啊！没来得及。手速慢了。你要顶着鸟好的，顶着鸟好肯定来得及。手速慢了。只要鸽子够快，我们就抓不住那只鸽子。真正的鸽子，你连羽毛都碰不到。嗯，老冰雪深有体会哦。听到？在我这，在我这。看了再说。蜘蛛，打完了。完了。当初舞者。轰死他！我还记住你的样貌了，有毒吧？记住他的样貌，我真签地下室？不会，地下室不是，可能有点远，过不去了。有没有鸟？没鸟，那没了。但是有坟，但是有坟，有坟开心。你这不是刷血条吗？这坟。但是有坟，对，保住前锋的血量，那前锋就可以开。前锋死了。所以啊，前锋你怎么真死了呀？我刚说保住前锋的血量，前锋就可以开撞了，就我能了。我的个鬼鬼，这太快了！还要先签，先签，怎么又是绑的还就在脸上？原地真原地签粉，好吧。牛批！入殓师不都是我玩的吗？原地迁坟，我听别人都是说，第八年不都是说吗？入殓师原地迁坟的。这个老鱼血，不，大家不都是这么说的吗？入殓师原地迁坟的，不都这么玩的吗？你保护女，撞他！哎呀，厉害呀！算了。困兆知道，我没有必要扶的。我想感觉我修不动了，这台机子很神秘啊。嗯、修这一动都不带动的。来保你们，老妹妹，你要修四台机哦。你要保得住，我肯定可以修四台，但是我觉得你保不住。哇，走啊走啊，来了，快跑！来个锤子。摸吧，先来摸你们，我们三个在这里弄上来，弄上来，在下面。板子下了，上来了，人家吐到的。我操，死惨了啊，死惨了啊！快翻过来，翻过来，摸。先摸好一个。先摸的好。来，走。帮你们卡门，
没卡住。真牛逼！但我有晕，不要怕。你去把那板子下了，去把那板子下了。二楼板子已经下了，他踢过了一边了。哟，你来一楼，我摸你啊！能不能中？他马上要牵下去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没有啥休息地方，我就是不能跟队友，好像不能跟队友合休就是了。完了，哎，我取消了。哎，我的上次去了晕他，还是能跟队友合休，不太记得，反正他自个休的话是正常速度。可以，扛一刀。没了呀！我怎么可能没有？我有晕！哎，你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远离大房！他套路你了，套路你了，套路你了！摸我了，操你！还摸我了，点我！你看我那波粉签的关不关键？我要是不签那波粉，你们必不可能拖这么久。还有球吗？撞他，撞他，大家烦！晕一下，帮你啊！对，然后你撞一下，可以。我跑不动了。摸我！三层注射了吧？三层了，好重那个锤子。没事，他要把你从那边进来，我能把前锋摸好，前锋还能撞。没球了，没球也可以撞。没球了，那我把你摸好有屁用啊？他是没了呀、啊。楼梯。一厘米球。给我放。和秀机好像会变慢。哎，那和秀肯定秀机变慢，变快就是 buff 了，就不是 debuff 了。哦。你还有球吗？你一断死他，哎，你一刀我就可以电了。啥？五十二咒是啥玩意啊？快走！五十二咒是什么鬼东西？啊，盯着你杀，我的天，我的。还在修最后一台没？修。最后一台没开动呢，别急。我去保他，快保他。还有没有猴？中了！又来差多少了没？哇，还差得多呢，差一半呢。差多了吗？差三分之二呢。哎，他不是被刷了一波吗？为什么还是半血啊？对啊，一直没挂上人呢。这能救吗？哦，等我摸起来。等你摸起来，我怕不是凉了。我不摸完了，摸起来了，我带三次自动加速的。但摸起来一个恐惧战胜、哦，摸起来了。摸起来，捞！哎，完了！哎，你强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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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强摸！能量吗？能量，给亮给你。哦，跟我一样。啊，他杀我了，没志气了，快跑，快跑！那还是杀你。我的啊，丁奈里杀的，盒子还没放呢吗？他傻，你先，哎呀，吐你！还放一个盒子，居然放两个盒子的，快去！啊，这个什么门啊？这个圣诞树门开了呀，大门开了，过来啊，来大门吧。反正要问我能不能亮，我肯定就是要想让我亮啊，我肯定就亮了呀。走，能走吗？来大门吗？大门开了。又杀你去了，我跟你说，又杀你去了。他就盯着他杀了，我的天！快来摸我！你好走啊！摸我，月友，摸我！快去摸他！来了！还有两层猴，来帮你顶一手。摸好了，你保着。他好像不能摸箱子，哎，有点烦。摸呀，摸箱子、啊。我摸是把钱，我摸。我可以帮你把下面蛛丝都踩了，然后你带我跳下来，我帮你定一手。跳了，进他。
我帮你扛一刀，走了。发工具了，我操，我活了。你们应该能吃门啊，这个距离。还是去三里了，跟鬼一样这个直播。来摸我，来摸我，来摸我，我有三乘一，我有三乘一，等会我们也得走，我们也得走，快。哎呀，最后一秒还被吐到了。太惨了，他就要挂你。还是能看出来。我们要在下告辞。咱们哥也太惨了，被追的锤。你能拿你手下的这个话筒敲人家吗？你帮我吃蛛丝也行，吃然后，对，可以走可以走，我有点晕了。你确定走得上？你不是三层晕吗？还有一层晕，还有一层晕。哇，这样保都没保住，我的妈哟！太恐怖了，疯了一样。果然是小丑，我就说屠夫打这个图一般都是小丑。还好他会说魔术，无限局又多，又可以到处拉。我不修了。拉拉鬼一样的，不修了该行。要把小丑改得跟女巫一样，对吧？血具又多，对吧？没有出道电影，还可以拉锯子进龙卷风，对吧？那就挺棒的。哎呦，我操！我戳了个球，舔辣了。哎呦！哎呦！我要被他卡位了，秒了呀！把他卡位了，他这个锯，他好胖啊！他锯了我一下，卡位了。哎、他都锯过来了，哦，不能卡魔型了。他妈的把我卡位了，人晕了。他太胖了，他锯了我一下，我走不过去。看到我的信号了吧？你知道吧？太爆了！哎，完了！哇，你这个拉球有点滑，太滑了。地上有香蕉皮吧？你怎么就他妈的让我摇下来？我的鼠标垫有点滑。三层香蕉是天下第一，我的妈！我全部第一球了。那闪现、啊、你还是没了呀？我准备过来救你们俩了。你怎么连插刀都没了？怎么回事？他锯了我一下，没有取下插刀。快、啊、救我，老冰雪，救命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，我给你陪葬了，别急。我三层晕，救了我，我直接大晕走。救得起来还有用吗？我怀疑我是要过来给你陪葬的。来说。相信你救得起来，你只要不被魔，不要空地，不要放魔术棒就行。那我不是过半了吗？老冰雪，不会的，我直接救，跟你说。可以，喂。救下来，扯淡的。出来点我一下。点是可以点，点到我的命没了。不是三个猴吗？我去点他了呀！有用？你这能装酷的？我他喵的！我用命！我上数二关还是死了的人，我用命点你，就为了你不想教自摸，然后你他喵的又给我来个这种魔鬼！算了，不撞空，我真的，你不懂是的，这个砸家，这个海门天手太滑了，我来卡翻身，海门天太滑，翻身。没办法，哎，你分身顶不住啊，你要跑到那边去，那我保不了你了。还不是我，没办法，我意思嘛，就太滑了，走地下去喽。你走不下去，欢迎勇，准备自己撞下来，我三层晕就走了。啊！为什么不多拉一点球呢？没球了呀。我还能拯救一下三层晕，艾丽，三层晕，救不了，救不了，你们自求多福啊！老冰雪能摸起来吗？老冰雪，我能摸起来。
但是我能下车走，我能下车走，我能下车走。你要屁救我呀！咋救啊？魔术棒都没了。风太大了，改变了我的航，改变了我的那个方向，没办法。对吧？信你个鬼！我他妈下次再也不可能三层晕来摸你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摸你还不如自己走呢，我自己走还杀不掉我。你要相信月勇撞不到，我一直都这么相信他的。那他喵的这么一大片空地，他擦肩而过，你知道吧？还分天啊，手滑啊，是这样。三尾炮。来，我们互相 PY 一下。你又修不动了。但是我能去救人呀。你能去救人这句话打动了艾莉，你知道吧？不然他应该不会摸你的。下面能爆。你自求多福啊！他肯定不会拒我的，他肯定不会拒我的，我相信他。就是拒你，兄弟。我想，我相信。我能往哪里去了，兄弟？我能往哪里去了？这边双反啊，双反一冲啊！我怎么往空地跑啊？我在那边看了一下，感觉不大对劲啊，我又回来了。给力！不用死啦！没了。好黑了啊！我来收一下你的遗产啊，这个拐杖。来摸我一下，我们还能打的，只剩三台机了。你知道地上在哪吗？发出疑问。我知道啊，香水跳楼。急啥？跳下去。无限锯上来锯不死他，等他锯上来再跳下去就行了。还有钻呢，我好钻了，还钻无限锯，这不走上二楼看一眼？我先溜了。为什么没车啊？没了，他连了，再七刀真刀，那边往哪转？我以为那是个窗，这十字叉的香水瓶，好多是啥？下去之后就有点转了。哎，这怎么还有个球的啊？啊，这么花里胡哨的吗？然后车要开走了，上车上车上车！啊啊！车车门关了。哦吼，没赶上公交，摸摸摸满了呀！进龙卷风，摸满了呀！哎，进不去，进不去，好尴尬，死了死了，太卑微了。这就很奇怪，你知道吧？屠夫拉无限拉锯子是能进龙卷风的，但人类拉球进不了龙卷风。不对啊，这不是我的前锋呀、啊，这肯定是台风天影响了我。我要看天气预报也带完去了，太滑了。看了比赛只有自己会去想去打，然后打不了。哎、啊，你不是说看了比赛就感觉这个图他这个幸好这个没去打了，杀不掉人的呀、啊、这个图。不是看完比赛就感觉是幸好这个没去打。狙那不是。食堂见了吗？蜘蛛黄衣狙狙，当黄衣的狙狙。哦，黄衣狙狙，死了不救，死了不救，黄衣之子救不了，无能为力。哎呦，这个人已经死了，医生要秒倒了，卖了，黄衣要秒倒了，要倒就卖了呗，那怎么办呢？卖了别卖呀、啊、他这个不守尸的，
快过来救我呀，不守尸的。叫声好哥哥，我就过来救你。生好哥哥，自己回想一下好吧。我们平常打匹配，就你的局有一局赢的吗？都只有把你卖了三个人打才能赢，甚至还能翻盘。卖了，卖了你们就没得打了呀。哎呀，我知道你不想修机子，你可以想去逛淘宝，你现在就可以逛。哎呦，没盖走，边遛鬼边逛呀。你死了换三台机子不亏的呀。这都还没打到我。可以。哎呦，跑得好快啊。鬼一样。给他追猎吧。交了。我摸你，我庇护你，快出来！别修了，我出来庇护你。老边卡模型，你说你配活吗，老边？我这个是故意卡的模型，你知道吧？别跳！啊，可以。你怎么就不修你这台了呀？我搞个箱子先，保命要紧呢。哦，有道理。他不有分窗吗？去学台新的去了。这样烦你了。哦，接了。死了就是卖，老办法的。死了就是卖，我跟你说，死了就是卖。哎，现在分窗吸不了鸟了吗？分窗你都看不到它，怎么吸啊？前五级的分窗是可以吸的。啊，没这条命，我要换一只鸟，我来看你了。救我呀，什么叫看我，救我呀，片刀，先片刀，二级黄金都去救，给力呀。我刚好去点个外卖，按杆，看你们准备有六黄金之主啊！黄金之主像我这样六，就跑这个长道就好了。我食堂这么多盒子，食堂三个减速圈，我跟你说。打我来了，没打我。接我。对你不亏，你吃到我能有庇护，我能有猴。踩不着啊！大花，这还打得到？这个玉米、猪肉、煎饺，一层了，舒服。也没了呀，真给力呀、啊！机子压好了，压呀！找不到阿吉，等他起来，等他起来。你能摸起来吗？你应该有鸟的。没呀、啊，我鸟给老兵远了。这你吸了这么久，就吸了一只鸟吗？快去救他，妻子也好了。哎，他为什么让我这直接扯，
点点点点点点点，哎。开门溜了，开门溜了。前台门在点干嘛？前台门。不到一千啊！他闪现进来了。那你磨了呀？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还有一刀吗？一刀吗？压他，压走。还有魔术棒的，我的乖乖！吸他，吸他，吸到你！这个环，别走！还有鱼吗？都射箭屁股呀！我怎么打？他没红眼了，你没看见吗？眼睛不红的。放你的屁！他没红眼。那是皮肤的红。他是没红眼啊。对啊，那是皮肤的没红眼啊。是啊，你瞎了？打了这么久黄衣之，你不知道他这个皮肤，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。知道个屁！他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，中过半了，过半了没有啊？没。你过半，那我戏三层晕救你不好吗？压死我！压死。卖了卖了卖了，直接回头走了。你看他爬进家兔能不能搞出去啊？啊，这个兔子怎么长椅子里面？我猜不到他。嗯？中了中了中！哎！哎！嘿，这你怎么死的？没用。还是得死，而且这个咒术是也跑不掉。对啊，一切的一切都是恶咒，我还有咒术式成就。对啊，就是因为你刚才大波不卡刀，卡了刀就三个全跑了。不是，我有一刀斩。我还解锁了个成就五十恶咒。再顶一会儿，再顶一会儿。这咋顶啊？能跑一个是一个，爬出去吧，没目光了。我至少还敢，哎呀，这刀这么长的吗？你们俩还在地下室蹲着？啊，我们能爬出去，相信我。别爬了，疼死了。爬出去，爬出去，门开了。再来一层烟，没了。我们三个一起爬，三个一起爬，能爬出去的。他没有爬新加速，我看到了。跟鬼一样，我头了。我倒是有前台门爬，爬得出去吗？不错，这边有一个都要被包，这有一个椅子。我的，我有三层增加加速，你也走不了，你没有用，走不了。三层增加加速，我跟你说。他闪现闪现爆我的吗？闪现爆进地下室，跟你说。哎，我三层的加加速是跟你开玩笑的吗？那不好意思，我拒钱，对吧？我拒钱，没用。他闪现了，他不闪现，我摇下来了。能被挂上了？我闪了个天敌。我死了，这算两次吗？答应算三次吗？我昨天答应不算啊。但是我昨天答应不算了呀，我没太感谢这两个人，没的，没关系。我直接秀鬼角落的，你高能胆大。我看到了，胆子不大了，不肥了，知错了。我跟你说，老贝月，你上一把是小护士他们还可能救一下你，这一把你的魔术师应该没有人会救你的。我跟你说，他不可能找得到我了，这个位置贼狗。他肯定会瞎，他肯定会瞎，你信不信？然后啪一刀给你打出来。他有触手的，我跟你说，他那个触手是能找人的，老冰雪。
我先提醒你一下。下个版本好，实在找不到你，他长一个触手，然后用触手拍一下，就知道你位置了。大方，快走快走，消失！哎，触手消失！哎，找不着了，找不着了，找不着了，安全了，不着了。大方，哎，过来给我动了。果然把你动了，那应该来中场找我了。看吧，我的满血质量。我躲柜子的技术是一流的，一般找不着。哎找我了，我也把机子亮了，然后往小木屋带。小木屋要减速盒。知道。我已经走了，他不追我。让大家听到，感受一下经验，就是大家听到心跳亮的时候，第一件事就找个最近的柜子躲起来，要记得点云中漫步。云中漫步又不是硬汉。你就是不会说他顺着足迹就发现你在柜子里了，但过来一看足迹也没了，也不知道你到底又是黄衣啊，就我来了。他这有新模式吗？你们确定吗？不是割了吗？新模式不知道什么时候出，据说是个卡牌游戏，不是据说啊，应该就是个卡牌游戏了，这个包都解出来了。卡牌就割了吗？哎呀，不能这一张麦卡下去。要是硬汉没有删图的话，对吧？但是真的找不着的，连声音都没有。这都抽到我了，你刀是真的长，朋友。nice 啊，这板子下的很给力哦。魔石你修不动的，碰它自动的。有加速跟减速，那就是正常修机速度。不过你给位置，我没加速了。只有中间的加速，这边我流行不动了，这边我慢了呀，这边我慢了呀，出事了，还上月涌去了呀。我擦，我把那个操场的时候跟他躲一下，他人不见了，我你，他回来了，上二楼，上二楼，上二楼，二楼，我送你一个礼物，3、2、1，叮咚，叮咚就叮咚呗，他又不在我们旁边，那在谁旁边呢？马二爷，砍分身在谁旁边？你说呢？在谁旁边？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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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砍祭司去！哎，他搞你！哎哎哎，动的是我忘记动，现在能被 A 掉了，出事了！牛批！卖了卖了卖了！割了呀！他也输不好，割了呀！赶紧走，赶紧走！走了，走了，卖了，卖了，卖了！别呀，把这就卖了呢。他在追你吗？我很确定他在追我。叠花盆，现在怎么还有个球道啊？没一刀了，明雪，不要怕啊！这是红颜指特效吗？红颜指是特效，死！你怎么被震慑了呀，老明雪？震慑开了二阶技能。来吧，救我！没一刀的，真的没一刀哎！啊，真的没一刀。一刀也不会去救啊，模式黄也不会去救啊。谁救你？拉个球，绕一圈，然后走了。我这里搓一个枪子啊。不一样的。他真的没一刀的，而且他挂机了，好像掉线了，应该接电话去了，你信不信？他闪现还没用过，应该接电话去了，换了传送，尝试救一下。哦，换了传送，
你等我凑把枪，我就救你了。哎呀，真的枪啊！来来来来，快快快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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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吧！当你别开一枪，然后拉球直接走门，我已经猜到结局了。哎，是的，这个，新建的，逻辑一万是这样，打一枪然后秒换球拉球走。来，打一枪，捞。球！哎，球在哪？球在哪？球在我这，在烟。哎，我还给你把球带过来了，我还在原地找球呢，我想拉个球，我自个跑了。他艾莉可能会做这么傻的事情吗？啊，你想一下。我还想一落地我就捡个球拉球就跑，这个球就不在我旁边。他厨房都是很多小心机要套路人的，你觉得他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吗？